哦，好，再来哦。再来。好，熏熏这个好玩吗？好，来再来看下一个是什么？哦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什么？像。好，所以那个内容大家就可以用 PPT 去做，好做自己比较好像这个小朋友就还蛮喜欢的。好，它的面积比较大一点啦、啊。还是羊。它是羊。羊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加声音回馈，应该会很好玩。好，那你高手你就可以用投乒乓球的方式。现在是什么？